塞！我们要从这种尖尖的当做叉子。用这个呢？用这个。这太好吧！哇塞，这是沙公还是沙母啊？有，我也不知道哎。沙母就鼓鼓的啊。沙母就圆的啊，啊，沙公的腹部是尖的啊。腹部留这里啊？对啊，这个腹部啊。那不就是母公的？像这个就是，这个就是母的啊。嗯，看哪里？圆的。这里啊。对啊。这样不算尖吗？啊、这样子叫做圆的。哦，那这个也是。那、啊、这也是母的，所以沙母的话就是里面会有蛋啦、啊。黄黄的，为什么？哇塞！它的蛋露出来。奇怪，现在还没进入秋天，看起来的蟹膏都满到出来了。数量不多啦。还蛮大只的。哦，这时候镜头上面的依依好像已经变得很大了。变成大人一样，这里还有吃到都翻白眼了，嗯，太好吃了哈，眼睛都眯眯的，嗯，就蛋好吗？嗯，我吃白白的。嗯，好久没拿起这个摄影机啊。哎，用那个什么，用这个铁棒这个来夹。这个是吃蟹工具，可以这样把它夹碎。哦。对啊，或者是你这种比较粗的螯，也是可以这样把它夹碎的。嗯。跟我们以前用的不同款。以前我们在吃蟹的时候，它是有一种好像镊子形状的那一种，也是夹的吗？对啊，从内部夹，它有里面有这样弯的那个锯齿状。哦，有很多种。哎呀，这只肉头看起来好像很多哦。对啊，非常非常的饱满，沙母啊，嗯，看这个小孩。嗯，这个小孩最爱吃这个。那这里面还有？其实你也不用把它完全吃干净，就是没有吃干净的话，就是剩下这一些啊，包括它的脚啊，跟那一些你可以拿去煮那个煮粥。那个蟹壳，碎碎的蟹壳太多了，到时候你整个嘴巴咬到蟹壳的时候，那心情会很差。个细汉带新义去吃一个砂锅粥，结果那个砂锅粥吃完以后，新义两个嘴巴就肿得像香肠一样。好，你要等这个。好久没有吃那种砂锅粥了，潮汕砂锅粥。那等一下，先把这个吃掉。里面又加虾子，又加螃蟹的那个超甜的。那个太远。不然应该也可以去外带。在板桥，你知道亏啊不？现在应该有吧。有的店都直接就干脆消失了。那这个可以吃吗？你可以看看。你把它折断啊，啊，然后从里面去把它的肉弄出来。这时候就是要发挥你的想象力。有想象力才有得吃。我们吃完可能要两个小时。怎么可能啊，才吃两只而已，又不是200只。慢慢吃啊。我真的很想把它吃完。所以心意这个年纪，现在最喜欢吃的是螃蟹喽。看龙虾。龙虾。想太多，你什么时候吃龙虾？上次不是有吃龙虾吗？当时。你在断食的第一天啊，第二天啊。都会找人家断食的时候去买那种东西。哦，我现在正常吃，我还特地买螃蟹。没有，去菜市场刚好有人在卖，这个不是每次去都有。嗯，很难得。因为咱去买一届，迄届嘛超一只要1000块嘞。对啊。
那时候好像也不比这个小哦，那个时候还蛮大只的，而且是活的吗？活的，是活哇！只是回来，昨天回来我先把它冷冻。这个脸就很爽的脸。我觉得这一次还蛮好用的。要不要留下来？那刮这螃蟹肉刮的超干净的。真的？那你买这个干嘛？那时候不知道这个这么好用。那这个？对啊，连选一只吧。你当原始吧。就是用这里的。啊，对。好，那我拔这个。你要买地瓜，它吃得下吗？当明天早餐啊，你要吃也可以啊。哇，我刚吃太多那个肥肉了，胃有点不舒服。所以要吃一点高纤的、啊。蔬菜粉。你看，这也可以这样从里面把它挖出来，那个肉这样挖出来，细细的。所以我说这要吃两个小时。你在吃法国大餐。好吧，那你们负责吃脚，我吃身体，这样应该可以很快，很快就来抢我的吃。他真的挖得很干净哎。对啊。你买都是母的。来一只螃蟹起来，照一张相吧。很久没照相了吧？每一个都是母的、哦，应该是吧？怎么样？哎、欸，啊，它的没有，连另外一只也没有熬了。对啊。是啊。这里还有一只熬。好，一、二。等一下。耶、等一下，太久了，说忘记哪一颗是。哪一颗是照这一颗吧？哦，这是的，这摄影师。